介绍台湾精品及国际品牌，国贸局推出整合行销及宣传方案，十月到十一月间在印度购物中心设置展览专区，并办理有奖征答及抽奖等现场活动，吸引印度民众对产品的兴趣，提升消费者对台湾精品的认识。新德里附近古尔冈的这家购物商场星期天晚上挤满人潮，大家排队领取抽奖卡，希望能中头彩。中华民国驻印度代表翁文琪在宣布大奖得主前，与台下民众互动热络。得奖的是住在新德里的十九岁学生，他说以后一定会更加爱用台湾品牌。When she was told my name, I was really very shocked because I can't believe this is my name and my number because I won the laptop. 翁文琪说，接连几波活动是将台湾精品推向印度市场的首度尝试，结果相当成功，未来也会继续推广品牌并提升台湾形象。